丁香师姐，她的儿子才32岁，从小就非常的孝顺，非常的乖，探亲就是高妈妈。人生无常来的时阵，我有3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儿子在5月3号这天晚上9点多，我看他背着大背包要出门浮潜，跟我道别。到差不多1点多的时候，我就接到警察的电话来，他就说这只手机的电话主人他现在溺水。拉开往生被的时候，我手摸儿子的脸颊说：“赵婷，啊，因缘如此，妈妈坦然接受这个结果。”我连续3天哦，我也是一直剖析我检视我自己，为什么我都没有丝毫的难过了？我唯一一心，我只有想说，我一定要帮助我的儿子去更好的地方，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那儿子哈，他有意外险，我就忽然想到说，那我要帮儿子建立一个溶洞。我真的是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为儿子祈福，感恩他此生的陪伴。真正勇敢哈，我想世间人要亲像安尼真难，对，勇敢啦，甲你祝福哈。人生就是安尼嘛，来来去去啦。总是呢，时间不断的循环吼。那昨昏的这个事，今仔日的明仔载，是不是有这个事？唔知呀。总是呢，把握人生啦，会当做偌多啊，咱就做偌多；会当讲偌多，也都是讲偌多。但是呢，字字句句爱真实啊，说真实话啦，啊，人生的真实的循环也就是安尼啦。真正是吼，听到主这人，拢是真坚强。从事警察工作30几年，到了民国100年，得了受限啊以后，那时候会每天活在恐惧当中。后来在101年哦，很有幸在关渡那个水火祝福面见了上人。当时上人非常慈悲地跟我讲：“啊，也无虾米啦，做警察较勇敢。”上人这句话，让我这10几年来面对的这个病痛、各种医疗啊，我都能够一一的克服。在民国105年的时候，我得第二个癌症，就是舌下腺癌。到108年的时候，这个癌细胞转移到肺部，目前肺部只剩下40%的功能了。出去的时候啊，需要佩戴氧气，那些根本上人，因为你把它讲过，做警察啊，靠不用讲这句话。我这是几年来，我经过我的辛苦病。哦，我面对我一寡逆境，一寡不如的代志，哦，啊，让我努力去做主这事。我哦，在厝哦，法院哦，生生世世要对上人行，哦，啊，在我有缘性的当中，我也是继续行在菩萨道。身体有病痛，还是安尼呢去做？不过要甲恁讲。身体也是同款，爱顾好，因为呢，身躯啊是来自于父母，咱来好好把这个身体啦顾好，做好事，回报父母恩吼，这才是真正的有效，用身躯。报答父母，就是做好事啦。咱大家人爱把握时间，利用身体行菩萨道啦。真是真感动的代志，有听到法的人生，总是无同款，看会开。想得透，看得开呀、啊，想得透啊，
才不会呢被烦恼无明绑住了。这实在是哈，嘛真可贵啦哈。那不过呢，情，咱爱一直互相来分享，彼此赞叹。我妈妈的本名是余承良啦哈，啊，但是上年四号也发落是景斌啦，啊，是八十号的委员啦。以前就是住在三林埔吼，就甲前面厝个啊，前面厝个住二楼，啊，阮住三楼。上林你若来时阵，阮妈妈拢会去煮做香鸡啦吼。鸡饭互我吃。啊，鸡饭哦。因为我妈妈虽然吼，伊唔捌字啦吼，伊在要收钱时，伊就甲上林讲一句话，伊讲：上林啊，我唔捌字，啊，我爸无。无人才吧，无口才，大行拢无啦。啊，但是上林嘛是予伊受证啦，伊嘛足感恩的啦，伊嘛拢足热心的迄个募款啦吼。伊要往生的进程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讲话，伊拢叫我讲话，真好啊，你爱来吼，来做主席啦。哦，你甲我这个打起就对啊，真感恩妈妈吼，开启了我们这个慈济的姻缘吼。我在84年。受证之后，已经将近30年了啦，好好的做慈济啦，做到我不能呼吸为止啊，好，即使我走了，我也承愿再来，赶快来追随上人的脚步。景斌啊，一听到呢，这份情啊，又是拉得紧紧。因为呢，伊对师父这份的孝顺，迄当阵，我那伫清明遐，伊呢三顿啦，都会来准备，就安尼开始呢，这份情结得真好吼。那有时阵我伫华联，转去华联呢。伊嘛是同款啦，入大了去，这都是吼真自然的一个家，一个家，亲啦，化亲，所以请各位菩萨化亲，大家人爱互相相疼过吼，化亲关怀哦。咱若会当定定出去，菩萨道啦，还是要步步行啊，菩萨情啊，还是你要不断拉得长啊，这都是吼情叫做甲幽情啊，菩萨们，您好好吼。自我生命盘点，咱伫人生有尽好多无？有做典范无？咱现在呢，伫人间为人群付出啊无？咱有时时培养着这份呢菩萨心，闻佛法，行菩萨道，有啊无？自我盘点。有，咱来为家己欢喜、甲祝福啦。还要呢，好好把握，一直到未来的生生世世，永远无脱离菩萨道。要那过去呢，今仔日的过去也未错，咱今仔日就要赶紧发心立愿，爱搁再加强精进行。菩萨道，安尼恁听有吼？因为呢，听到菩萨的分享啦，总是呢，人生是苦啊。佛陀就是安尼甲咱讲，互咱会当去了解。啊，咱即当阵呢，唔只是干那听法，咱搁在见证。爱的能量还是在继续传承。
新妇对大家的好，大家呢要做的代志，一直做，做到今仔日咯，也过要甲婆婆讲哦，师傅来伫台北，我要去甲师傅讲话，看这是多么有福啊！这种代代相传呐、啊，也是互相见证。菩萨在人间呐、啊，所以咱心无挂碍，不挂碍过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安心呐、啊，脚踏实地行菩萨道。总是呢，爱把握时间，把握因缘吼，祝大家人日日行好道啦，时时呢行善法，甲大家人祝福哦，祝福大家人平安精进菩萨道，感恩。